来自卯宿星信息，关于位于塞多纳的银河联邦基地，来自环球灯塔的博客。位于塞多纳的银河联邦基地的问候，亲爱的光之友，在这些时刻，我将带您踏上一段旅程，我们回顾亚利桑那州塞多纳的一个基地的细节，银河联邦的成员在那里与团结和光会面。这个基地在人类无法通行的红岩和高山之中，是看不见的。如果你走过这个区域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充满活力，其频率是人眼看不见的。有许多对地球具有多种功能的军事行动基地，以及卯宿星人乘着工艺品抵达的白帽子聚集地。地球上有一些男人和女人值得信赖，他们拥有高科技和绝密方法，可以保护地球免受核毁灭，并与整个星系的光明势力进行持续的合作。在战争时期、毒素威胁或灾难中，您在高处都有朋友。我们将分享大众从未知晓的信息，但对于那些了解他们起源的人来说，这些保护你的灵魂是 Taiki 和来自耶洛因 Elohim 血统的朋友。让我们开始吧。在最大的岩石、洞穴和美丽的造物中间的一座红山高处，是一个巨大的作业区域。母舰改变频率不被发现，这些威力无限的宏伟飞行器将缓缓驶入该区域，轻松进入坚固的山脉。母舰内的飞行器通过一块可通过心灵感应打开的大面板离开。每艘飞船都载有来自他们星球的访客 GF 和长老。我们在通讯交流中分享的竞赛将代表即将举行的会议上呈现，所代表的每颗恒星都带着一艘母舰和许多乘客抵达，然后通过隧道运送。你会记得最杰出的种族是卯宿星人、大角星人、猎户座人、天狼星人和仙女座人。当四扇巨大的门向内打开时，每艘飞船都会停在基地的入口处，交通工具自行返回母舰。一旦每个小组到达，这个过程就会随着门的打开而重复。入口大厅欢迎各组代表和地球长老。带有装饰水晶和弧形石头的华丽楼梯有两层，所有客人在谈话已经开始时都可以登上楼梯。楼梯顶部有一个巨大的开放式入口，通向一间巨大的房间。这就是神奇、奇特开始的地方。这个房间比地球上最大的房子还要大。房间的周围是漂亮的水晶椅子，上面有柔软的白色坐垫，坐下时与身体轮廓相符。椅子提供按摩和充满活力的频率，通过光使身体恢复活力。房间中央有一个水晶地板的平台舞台。伊凯长老在会议中领导基地，并经常在小组就座时向他们讲话。当你进入房间的左边，是一个非常大的屏幕。屏幕内的先进技术允许观看地球的任何部分以及所代表的每颗星星。当您需要享受美食时，大型圆形水晶餐桌从地板上升起。水晶高脚杯和盘中盛满了各明星的精美食谱，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色彩和享受。舒适的椅子直立到桌子旁，所有人都可以坐下来，在轻柔的音乐响起的同时分享精彩的对话。灯光是有意选择的，可以调暗或更改为其他颜色，以营造完美的氛围。这是所有人都已深入体验的团结的开始。大房间的右侧有一个宽大的门厅，通向许多房间。
这些房间允许每个种族进入并使用提供的大屏幕来查看并与家里的家人和朋友交谈。大型泳池可按指令从地板上升起，享受游泳的乐趣。为每位代表提供单独的房间，配有柔软舒适的床。屏风从顶部和侧面围绕着床，就像您想象的三面请愿书一样。这个屏幕是用心灵感应编成的，目的是激活每个身体内的光。当光被放大时，存在就会充满活力，并且不需要睡眠，瞬间就达到了一种非常休息和充满活力的状态。床是通过心灵感应控制的，全身按摩以及颈腿部或通过心灵感应立即编成的部分进行按摩。沿着一条美丽而光明的走廊，就是伊凯长老的房间。一扇巨大而华丽的门，上面覆盖着会发光的水晶，只有我们心爱的定打开。当他身穿长袍，带着印有 EKE 为爱字样的徽章进入时，他的存在被照亮，光像明亮的火焰一样覆盖着他的脚，光向上移动以覆盖他的存在，就像爱成长并扩展。当他意识到自己为人类服务时，他经常在幸福和力量中漂浮。我们将探索的下一个房间，将让您了解这个基地的目的，以及许多人长途跋涉参加的神圣会议。除了那些被允许进入这个伟大的光频率的人们之外，没有人可以进入。银河联邦的所有代表都期待着他们出席的时刻。这个房间被称为团结之室。光明仪式在这里隆重而荣耀地举行。拱形门口周围的卯宿星文字卷轴上放置着带有钻石形状小水晶的大型设计。水晶和设计文字被解释为在宇宙中 In Universe 即 Basque Basque 是在 K 是宇宙。水晶旨在被解释为星星。作为一件神圣的艺术作品，它是相当美丽的。每位出席的代表将分组进入会议室。里面的房间是纯净的光，它代表每个灵魂内的光。那些进入的人携手并进，当他们站在光中时，他们的水晶之心被激活，内在的光与所有其他人的光团结在一起。小组继续进行，直到所有人都获得了经验。当一种一体感盛行时，每个人都感觉自己是对方的一部分。整个基地铺有白色大理石地板，享有所有人都喜欢的舒适感，许多人选择携带心爱的宠物。具有心灵感应并与神圣之爱相连的大型狮子和老虎受到每个人的喜爱。他们安静地躺在柔软的彩色垫子上，享受节日。大天使米迦勒 Archangel Michael 经常出席与伊凯长老的会议，因为他们有着千年的悠久友谊。当他选择时，他会与伊凯长老和光明势力一起旅行。他经常前往泰格塔 KH 的星号一柱，可能是指卯宿二的恒星系，与伊凯长老一起进行安静的反思。仙女和天使也是这种看不见的光密度的常客，他穿过 3D 塞多纳中看到的美丽，并在更高频率的光中向令人惊叹的山脉和树荫里地形中的美丽敞开。当母舰抵达时，会出现可见的编码光字，欢迎银河联邦的成员。这些文字出现在光的红色岩石上。母舰会闪烁并响应传输巴斯克 Basque 或在宇宙中 I am Universe 的词语。我们提醒你们，你神圣的光之本质，你是一切永生的表达。很快，我们就会升为一盏灯。
我们是如此爱你们。来自 Tejeta 的卯宿星人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Thank you.